迄个神道顶吼，有一个有拄啊空去，拄啊无一尊神啦。你讲伊迄祖庙内底吗？对对对，有一尊神。就会来讲，已经有机会啊，系啊。其实足侪国外迄爸爸妈妈是住，迄恁阿细汉时阵啊，家己带出去环游世界也好啊，去旅游，可以家己去独立啊，那让他有人生的历练跟经验。系啊。喂，莫安尼讲闹啦！经过四天三暝，四妈祖总算伫众罗汉的陪同之下，登去到伫森林未了的祖庙江环宫咯。甲信徒的努力之下，四妈祖庄严的安坐仪式圆满成功。甲未了江环宫开山人马做伙伫新房休困。不过吼，唔知影敢有善信大德，甲本身的吼有同款的疑问啊。江环宫开机的妈祖，哪会无号做大妈，要称呼做人妈呢？因为咱开山妈就是咱的人妈，所以咱公园宫定点就是人妈呢，所以咱就是咱的开山妈。哦，哎，啊，为什么会叫做是人妈？伊人妈就是咱过去伫迄个湄洲迄边请来的时阵哦，就是人妈。我听长辈咧讲哦，因为湄洲岛较早伊迄个神道顶吼，有一个有拄啊空去，拄啊无一尊神啦。你讲伊的迄祖庙内底吗？对对，有一尊神无的。啊，就是伫讲咱未了讲的讲哦，有几位啊请来，啊，迄阵哦就是请咱未了讲的讲的来开山妈，我过也好哦，啊，就叫哈哈。所以就会当证明讲，咱的妈祖就是为湄洲岛去请来，所以咱的开山妈就是阿妈。啊，咱未了讲的讲哦，就过去一直到今仔日哦，已经有分灵6477尊的妈祖伫全台湾甲中国大陆安尼。哇塞！每一年过年甲妈祖生的时阵哦，拢会三千外尊、四千外尊的庙登来甲妈祖敬香嘛。哇！啊，注意，你安尼大年看因安尼落来，啊，你有啥物感觉吗？哦，每一年哦，大概看因哦，拢真感动啊嘞，因为哦，农历中哦，就过去因的出阵头哦，因的队伍哦，甲因的礼貌哦，甲因的卫生哦，拢做了非常的好。啊，是咱宗教吼诶爱学习的所在。含分灵6000多尊妈祖的庙了江环宫，对这个桃园龙德宫的整齐甲制度，拢学了解得知啊。这庙宇文化内底模范生，龙德宫吼真正是实至名归啦。暗时等到江环宫甲龙德宫两边的香炉香烟合合做伙以后，四妈祖南巡甲祖的重头戏挂花仪式，就伫万人期待之下正式开始。进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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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庆会万年！
期待明年啊会当再次咱遮尔欢喜回家，再次咱倒来到麦寮，甲咱所有的乡亲士大，咱过来结善缘，再次感谢。我帮你请个车来。再拜，再拜，三拜，向阳我们，向阳我们，掌声。拜。虽然梁德江的信徒在四妈祖的指示之下，拢是暗时起行，也不过沿路四方信徒的热情啊，让梁德江的每一位乡客拢是感动在心啊。八天七暝过去了，四妈祖甲所有的信徒总算是行返来到桃园梁德江，祖庙的香火顺利甲路圆满，这一摆的南巡甲祖正式完成。两位梁德江的头人嘛满心欢喜在点香禀报，感谢四妈祖保庇大家，将任务顺利完成啦。哇，江主注意！哎，终于看出朱毅的疲惫感了。对啊，起码已经完满结束了，就三位送谢就开始感觉哦，有一挂疲惫感。哦，我大概看到朱毅拢安尼精神奕奕安尼，敢若拢免困的。八天七暝的条件吼，讲起来走路吼是非常的艰辛啦。啊，那但是呢，咱真欢喜哦，会使等于个祖庙吼来挂会吼。啊，今仔日嘛真圆满，等下咱只吼圣庙来接落。啊，那公主呢？因为公主哦，你这几路安尼，足侪代志拢安尼亲力亲为，啊嘛顾遐佮顾遮。哦，你今仔日安尼总算是圆满成功，等下只有啥物感想？啊，感觉非常幸福，啊，有足感谢讲吼，咱去七间公庙主教吼，啊，所有的公庙吼，咱的主事者，啊，拢对咱龙德宫非常非常的肯定甲疼痛，吼，特别要对吼咱的吼八天七暝吼对咱啊诶跩先生大德吼啊。地上十二部分的侠义了哈，由于有他们呐，好成就我们今天这么一个圆满的龙德宫啊哈。啊，今仔日呢，咱龙德宫吼，啊有准备一个礼物要来送给你。哦，哈，够礼物？哦，有这么好的啊？啊，恁两个加起来，恁两个加起。哇！起来！起来！在小岛上有一场这么重要的盛事。这真的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三张签友赢起来，不是求自己的好，拢是求别人的好。我觉得我跟妈子答应的事，就一定要做到。